这个是我的黑芝麻杏仁酱，你们看到吗？这是真实产品，黑芝麻杏仁酱。它的照片是可以看到吗？好，它是这样的，圆罐子的，我开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说它上面呢，通常呢会有一层油，那层油大家别怀疑，也别担心，那层油是非常正常的，因为杏仁它本身的油分都比较高一些。这些油分呢，是说我们英文所谓的 good fat。good fat 呢，它可以帮助我们的，可以通掉我们的心血管阻塞。它不像那种vegetable oil，也就是我们煮饭的那种菜，那些菜呢就可能会导致我们高血压之类的东西。而这个坚果酱呢，很多人吃坚果，也就是为了这个冲着这个油，为了这个油而吃坚果，所以是非常健康，大家也别担心。但如果你开了过后，你看到上面有一层油的话，你别担心，你稍微跟它把它搅一搅，稍微把它搅一搅一下，搅一搅过后呢，你就拿上一汤匙，它的这个 texture 会比较软一些，看到吗？大家，它的 texture 这个才 texture，它上面有比较油分，充满油分，然后它口感呢，它入口的时候非常的顺滑，也比较香，我的。customer 很喜欢这个黑芝麻的，因为这个黑芝麻其实一开始是我们在日本吃过了一次，然后买了很多回来马来西亚，然后吃，然后我们也很爱吃。当时没过一下子就吃完了，然后我跟我的 partner 每个都在讲，哎，我们一起研究自己做吧。当时我们就看了后面的，也就是普通的，我们就是用普通的材料，都是没有增加任何 chemical，没有什么 preservative，所以他们里面用的嘞都是只是黑芝麻、杏仁、一点点的糖、一点点的盐，就这样而已，是非常健康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有没有防腐剂啊，有没有添加别的 chemical 啊，我们不是像外面的那种别的牌子，就是那种在超级市场买的那一种比较有增加别的 chemical 的。然后，它这闻起来的，我每个 customer 一开，他第一个都好，当他闻到说，哇，好香哦，好沉香哦，都是这样，都是这个 feedback 的，每个人都讲，我都，对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生出这些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黑芝麻的味道啊。